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很高兴见证这一历史时刻，祝贺 Billboard China 与尼尔森网联联合发布中国社交音乐榜和中国公告牌音乐单曲榜，希望从此开启中国音乐大数据时代，让更多优秀的中国音乐人和音乐作品绽放光芒。